好。啊，诸位，海军陆战队的退伍弟兄们走上街头啊，这个还真是蛮讽刺的。身为过去的海军总司令呢，在这次国防部的金石案，要把海军陆战队把它裁并，我请问你个人，你同不同意？我想这个还是让国防部基于国家整体观念。站在你过去曾经是海军陆战队，当然是情感是在的。对过去整体的海军战力，海军陆战队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海军陆战队在我们的看法是，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兵种。那你就是不赞成说把它裁并掉吗？整个金石案应该是太弱留强啊，应该是裁并弱势的留下强的。海军陆战队目前是我们国军里面战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嘛，对，怎么会把最强的把它裁撤，然后留下弱的呢？国防部这样的反其道而行啊，会弱化国防啊，会弱化我们中华民国国军的战力啊。我希望主委你站在可影响的范围之内啊，应该在金石案里面提供意见，反对裁撤海军陆战队，愿不愿意？这个在这个部分来讲，我们会再跟国防部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讨论。对，我们也反对他从前线撤下来。现在连海军陆战队哦，都要从金门要把他撤回来，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不智，几乎是在弱化国防。希望国防部悬崖勒马，也希望主委发挥你的影响力哈，能够要求啊陆战队要保存下来，也要回应这些老陆战队们今天走上街头的诉求了，好不好？好。另外，我再请问主委，今年的6月16号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联合毕业典礼官校的校庆，黄埔军校90周年呢、啊，对的校庆。中国现在为了争取啊黄埔建校的全市的话语权，他们为了争取黄埔的主导权呢、啊，正处心积力，千方百计的邀请我们2000多位退将啊，到广东去参加他们举办的黄埔90周年的庆祝。请问主委知道这个事情吗？这个过去曾经有听说，但是详细不了解。如果6月16号在广东黄埔建军的庆祝大会上，比我们国防部在台北举办的黄埔建军90年的校庆还要多将官参加的话，那我们中华民国国军的颜面不就垮了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耻辱啊，主委，你应该把它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应该全力防堵啊这些退将参加中国所举办的黄埔建校。主委，是。4月份，黄信强、陈挺崇、李真林率领了20多位的退役将领到中国去参加他们的黄埔会，跟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下来的将领把酒言欢，称兄道弟，甚至在会场里面高呼啊统一的这些口号跟讯息。他们现在又要借用6月16号来统战这些退将，退伍会责无旁贷，应该晓之以情，动之以义，力主这些黄埔军校退下来的这些将官、这些退将去参加中国6月16号的黄埔建军的庆祝。主委，你做得到吗？我们会尽力的去跟他们去这个去呼吁，哦，该做这个。事实上，我们在官校6月16号在官校也是我们今年的毕业典礼，我们也都会去。你想一个场景呢、啊？在中国的广东，我们的退将参加黄埔建军90年，比在台北的退将参加的人数还要多，而且多很多的时候，那到底谁是正统？
那这样的谁是正统？不就是一眼被人家看穿了吗？这个是中华民国国军的国耻啊！主委，你责无旁贷啊！对，我们会在利用座谈访视，还有代表恳谈会的时候呢，我们各种联系来加强沟通。这些退将都领着中华民国的优渥的退休金，他们领的是我们的民脂民膏啊！你有看到我们现役的将领、将士官们辛苦的在捍卫我们家园的时候，看着我们的老长官在对面跟他们把酒言欢、称兄道弟，情何以堪呢、啊？情何以堪？这个不但弱化了我们对国家的忠诚度，同时啊，真的也弱化了我们国军的心防。情况非常紧急，非常严重。我希望主委应该要在有限的时间内，防止6月16号、啊、变成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军的国耻日。你做得到吗？我们会努力去做。同时，刚才江委员也提到，我们假如说他一定要去大陆，那么去大陆宣扬我们这边好的事情，把我们这边的实况，那我非常赞成，告诉他们，我非常赞成。对，我们想就说，因为他退伍了，他是他个人的行为，那利用他个人的行为里面，能够帮我们这边把我们进步、民主、法治这些观念带给他们。问题是他们在现场讲的是共军、国军都是一家军呐、啊。这个我想委员，重点是他们在现场讲的是两岸要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啊，他们在为国内的政局跟国内的国防政策指三道四啊，这个逾越了他们的身份，同时也被中国用黄埔啊给统战了，这个真的实在是情何以堪呐、啊！我请问主委，未来你退休下来之后，你会像他们一样，成天的往中国跑？不会。或啊？不会。不会哈。那这些有的是你的老长官，有的是你的同僚，他们都跟你有交情，他们也都现在领着中华民国的退休俸。所以啊，要请他们到，如果到大陆去的话，要不断的告诉大陆说，现在不是动之以情，台湾有多好，晓之以义而已哦。对呀、啊，我们要告诉大陆说，现在也要告诉他哦，利害关系、啊。向我们学习。啊、哦，我们好的地方。如果他在那个现场高呼说，请中共把这个飞弹撤掉，请中国放弃武力换台，这个我双手赞成。我也听过这样子的话，但是他们没有啊。当然有啊。有吗？有啊。他们有说请中国放弃武力换台吗？很多啊，我记得以前我们空军的退休的副司令在电视上都公开讲过这些事情啊。是在我们的电视上讲给我们国人听吗？对啊，我就在我们台湾的电视上。我希望他当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些退役将领的面前告诉他，把飞弹撤掉，放弃武力换台。我这个才是我们退将应该要做的事情。对，我现在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哦。好，我再慎重的警告你啊，如果真的6月16号出现那种场面的话，真的对中华民国的国军是莫大的羞耻。好，希望主委，既然是你退伍会所辖的这些退休下来的2000多个将官呢、啊？我们没有所辖他们、啊、我们是他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啊。他既然是你的服务对象，领的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忠诚俸，所以我们会努力的，我们应该要努力的要求他们忠于中华民国，对，效忠国家，保护国家，不要做出卖国家利益的任何事情。我相信这个是应该要做，他们一定也是保这个效忠国家的。我们就拭目以待哈，是，希望6月16号不要让你这个退伍会主委出糗了。是。请简东明委员代为。